报一下班长。嗯，大婶英文怎么讲？阿姨大婶吗？安提，安提太好听了。真的吗？安提不就是阿姨吗？对啊。Old girl，old girl，old girl 只会得罪人家嘛？真的吗 ？old girl 我们不太会说 old girl， 那是 auntie 之类的。因为葡萄牙语也是啊，就是它很像一个七啊，七就是 auntie 的意思，阿姨的意思，七啊。七啊哦的七啊们哈。七啊们 ，OK。对对对对，你认为呢？什么样的行为就是七啊？比如说你刚刚说的，就是大声讲话，一定要的。嗯，可是大声的讲话要看场合。我觉得，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大声讲话是 OK 的啦。可是有一些女生，比如说在大马路中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接个电话，可能不开心，心情不好就大声讲话。我觉得这就一点都不少女生。还有没有？明明是很有气氛的、很有情调的餐厅。哦，对，旁边讲话很大声，就很糟糕。对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打扮的方式。那你做的打扮呢？比如说穿睡衣去外面忙事情，而且我们在路上一定会看到一个行为，就是觉得哦，这个就是大声。你去那一大的阿姨们，就是 Tia 们、阿祖玛们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他们就会带一些新一潮的香水，就是香水越来越重。对我们来说，他的年龄越来越大。就是用薰衣草不是舒眠吗？是因为他们开始用薰衣草，就是类似那种的香水，有可能因为睡不好，睡不好就睡眠品质不好。